嗨，朋友们，你们好，好久不见了，你们好吗？今天我要给您介绍原来的用法。原来它可以表示开始的时候，从前，后面接的分句或者句子所描述的情况跟以前的情况不同。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看例子。第一个例子，他原来住在纽约，现在住在加州。原来他表示开始的时候，从前，以前，而且现在情况改变了。他原来以前住在纽约，可是现在他住在加州。第二个例子。他原来不喜欢吃寿司，现在很喜欢。原来表示以前开始的时候，从前，他从前，他以前不喜欢吃。现在情况改变了，情况不同了，现在他很喜欢。好，第三个例子在这里。第三个例子，原来这里没有酒吧。在这里，原来它表示从前开始的时候，现在情况改变了。它的意思是以前没有，原来没有，现在有了，现在有一个酒吧。好，请看第二个用法。第二个用法表示以前的没有改变的。那第一个例子，我们看按原来的计划。应该是2周，但是我们可以提前完成。原来的是以前的，没有改变的。第二个例子，他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，意思是他住的地方没有变，还是以前的地方，他还住在原来那里。第三个例子，10年了。他的家还是原来的样子，他的家没有变，还是以前的样子，没有变，原来的样子。好，请看第三个用法。第三个用法，它做副词，表示发现了以前不知道的情况，它可以用在主语的前面或者后面。请看例子，第一个例子，马克一直等李明回电话，可是电话一晚上都没来。原来李明把马克的电话号码记错了，所以他发现了为什么没有来电话的原因，是因为李明把电话号码记错了，所以他没有给他打电话。第二个例子，原来他是富二代，意思是我以前不知道他是富二代，后来我发现了，原来他是富二代。第三个例子，这里挤满了人，原来在打折。这里为什么挤满了人？我发现这里挤满了人的原因是因为在打折。原来在打折。好，后面是练习，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，完成这些句子。我给了一点提示，第一个句子可以用，是用第三种，可以用第三种用法。第二个句子用第一种用法，第三个句子是用第三种用法。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三种用法是什么。第一个用法是表示开始的时候，从前，他从前，他原来，他开始的时候住在纽约，现在住在加州，情况不同了。第二个用法表示以前的没有改变的，
他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，没有改变，他还是住在以前的地方。第三个用法，发现了以前不知道的情况。原来他是富二代，我现在发现他是富二代，以前我不知道。好的，现在大家试一试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请给我留言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